北宋宣和年间，徽宗皇帝染疾，天子染病，正因妖石所致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这个妖石会从广济河里破然而出？爱卿，你是朕唯一可以信任之人。那个小妖石可成嫂嫂模样，摆明是他们要陷害你。此人绝不能留。 下命我统领禁军，你不给，自己争取。陛下跟臣说的清明世道，现在臣看起来却浑浊不堪呐。倘若此事，当真无法化解，官人你不可为我，化了大吉。 林娘子必须赐死。林冲，截梁山贼寇，还杀朝廷命官，杀无赦！我今天将血洗你白虎堂。